超级写两遍。哎，下时间到了。你怎么这么吵？老板，为什么人都一旦遇到爱情，就冲昏头，变得又笨又蠢？还是我亲自出马？哈，亲自出马？老板，客户他们已经，请继续。面子王老板，宿主，两百年前打输你，我就发誓要跟着你，我不能违背誓言。你帮我，宿主，对不起。帮我找其他办法接近江可欣。什么时间停止？叔叔，那是唾液交换啊，宿主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你真的爱上他了啦！你如果再不回去，很有可能会被打成原形，甚至是消失。放开他，没有他，你才能活下去。